Thank you. 重返澳网赛场，塞尔维亚球王乔科维奇续战第二轮，但一段小插曲让乔科维奇最终忍不住走向裁判。 原来是一群球迷喝醉失控，在场边起哄叫嚣，穿着还超级显眼，装扮成威力在哪里的威力。 You know who it is? The guy's drunk out of his mind. From the first point, he's been provoking. He's not here to watch tennis. 随后几名男子被请了出去，而乔科维奇会这么生气，似乎也和前面几盘打得艰辛有关。 对上世界排名191法国黑马夸克特，乔科维奇在第二盘遇上乱流，中途左腿旧伤，紧急叫了暂停，而连连失误也让他输掉这盘的抢七。不过乔科维奇在下一盘马上恢复状态，最终站到第四盘漂亮赢球，不止创下在澳网23连胜的不败纪录，也是生涯第15度杀进澳网男单32强。 I don't know how my body is going to react. I hope. For the best. I think he's definitely playing good enough to get to that stage. 继纳达尔后，澳网男单不是伤兵退赛，就是连续爆冷淘汰强将，劲敌一一出局，也让乔科维奇登上澳网十冠宝座更有希望。TVBS 新闻做不到。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